到不会。的甜点来了，你妈很会养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是5:03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出国，我们要去京都，7天6夜。然后今天是我们全家人，还有我弟他女朋友，我们会一起去京都玩。我们的飞机是7点，现在才5点。我现在用我弟的这台相机，因为他这台相机非常广，超好用，但是很重。这次的这支 vlog 应该会两台相机交叉拍，就这样子。拜拜 ，say 个 hi 各位 ，hi。你想入镜吗？你现在拍吗？对啊。Hello. 怎么啦？他很忙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搭车从关西空港。我们刚进来 check in， 哦，这边有吸尘器，然后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，就是有面包，还有汤，还有一些水，这是汤，然后还有杯子，然后这边还有喝不完的水，然后这边是回收的垃圾桶，还有一个小冰箱，两张双人床，还有一个沙发床，浴室，哦，浴缸，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奇怪的吹风机，然后这边是洗手台。哦，马桶干湿分离。现在要下大雨，然后我们住的对面有 Uniqlo 无印良品这些地方。可是听说最近每天都是梅雨季，所以我们来的这几天很可能每天都会下雨。我们刚刚就想说叫计程车，结果叫半天，它都是要简讯验证码，但因为我们的手机 SIM 卡是台湾的，所以会收不到验证码，就变成最后搞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搭公车。我们刚刚一波三折，搭错了两班公车，因为都是同一个我们要搭的车，但是它好像有往不同方向。然后那个豆乳冰淇淋的，好，谁去等？拜拜，你拉布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再去买其他的。是吗？你吃少一点。这是什么？豆腐冰淇淋。来。抹茶跟豆浆。它是什么？就是有豆腐，一点点豆腐味的冰淇淋，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。好，让一口。好好吃哦。几次啊？来，好烫，好烫！我现在来买章鱼烧，这个好像是很有名的，它好像里面是什么章鱼头，然后听说很烫，但我现在超饱，完全吃不下，好吃吗？不好吃，怎么样？OK， 因为它真的很短，好吧，你要不要干脆两个当做筷子？那你原则，我慢慢来。可能要吃两个。还好。闭嘴。然后加什么？加姜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是那个葱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有没有不好吃？但给我普通偏向好大。我们要买草莓大福。我们买了，你要那个、哦，要快点好。那个草莓特殊处理最好吃，好香耶。
梅包姜，每买一点点大葱加吃。嗯，梅包姜哈，好吃哎，都很好吃哎，汤豆也不很甜，马吉也好吃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走走晃晃，先去换票。快了，超可怕，他还蹲那里。是鸭川呐，鸭川是很脏，对啊，超脏的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太美了。我们要来逛 Uniqlo， 它还有 GU， 这景天满宫超漂亮的。Love me now or let me leave.Endless pain, it's all I know. Hurt me more or let me go. In this game, my heart will lose. 现在已经大概八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这边稍微吃一下东西，因为今天下午已经吃太饱，所以也不是很吃得下晚餐，稍微吃个小东西，然后我们就要回民宿休息了。希望我们可以平安顺利的回到。没错，我们吃完了，然后呢，真的吃的太饱了，就是他就是东西疯狂一直上来，我们至少感觉他开了我们门开了三四十次，就是疯狂上东西。就我们一开始他还说什么哦 all finish， 然后我们想说哦已经没了，结果没想到就疯狂上，然后吃到就是都不想吃了，因为一堆螃蟹。对，我们最后这样吃五个人大概7000块左右，就是这样。早安，今天是第二天，现在时间是7:47，我们现在要先去奈良公园。我们来看日本很有名那个 Lawson 便利商店里面，然后还卖一堆这种小木吊饰，然后还有很多无印良品的食物，这边都是。他皮好，哦，好甜啊、哦！它皮有点厚。蛮厚，蛮有厚度的，皮没什么味道，没有甜味，都是红豆。我也想说，真的好像，就不然哪里呼吸？你不动，我不动。小鹿。小鹿不是小鹿，它是大鹿。Hello， 哈喽，嗯，ありがとう。为什么有鹿角，有没有鹿角？好可爱哦！点头。没有啊，鹿角就刚掉了、啊。哇，点头哎、欸，点头，点头，点头。哎没啦没啦，毛鹿角好长哦！你干嘛这样？好，不要动！又被发现了！你先收起来，你先收起来！来吧，不要舔我啊！别 too much， 那边去！小鹿，你刚刚剪开这边，剪开，他好乖。哎，这种事他们都不会碰到我的事。不要安全，很快乐。好可怕！可以帮我拍照片吗？好，先这样。为什么我们在路队里面来搞呗？它这边里面真的超大，我们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。
记得决定吃。我们来吃午餐，这是荞麦面、酱油团子，还有卷饼。点的是咖喱乌冬，看起来也很好香哦。这个卖家是不是？它酱油有点特别，就是然后姜，因为有姜这样。好吧，我觉得普通。好辣。我加油，咖喱偏咸。哦，我先给你看看 ，QQ 我加油。那个咖喱的味道也蛮特别的。嗯，没办法，不错，嗯，没办法，嗯，还不错，有一点辣辣的。日本的咖喱很有名。对啊。配了一个大草原，还有人会不要，疯了。是我朝山呐、啊，我加酱。搭了大概快一个小时的近铁，从奈良回到京都车站了。现在要去看京都塔，京都塔，哇，好大，在这里。我们要吃的店，吃大阪烧，是炒的。太冷了，你看起来很好吃。超多要给朋友的，好吃。我们买超多的，然后之后后面几天还要再买。今天花了8800块日元，大概1700左右台币。但是因为还要买水果，我们要去药妆店买完就要回家了。我们要来大国买足贴，因为脚太痛。大家，今天是第三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搭 JR 福建道河，然后我们要去搭 JR， 搭两站就到了，现在7:04。Said I kinda wanna shoot my shot, writing some songs out on my guitar. But I think it's time to call it off. Just turned 25 and I feel so lost. And you said, don't do it for them, don't do it for me. Just do it 'cause I know it's what you wanna do. Everybody laughed when I dropped out. Good luck singing songs. 我们现在要去下一站福治了，真的雨太大了，好烦。很影响拍照，但是也因为这样人比较少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那个什么金龙虾饺，对，我们去吃那个金龙虾饺。我们现在要来拍宇治，它这边很有名的一间名店。然后因为现在下雨天，然后走路脚就很痛，然后又下雨就很麻烦，所以就想说坐着来吃一下东西，休息一下也不错。外面应该是买伴手礼。Doubted every single second I spent, but you believed in me before I even saw myself. Now I do it for them. I do. 小豆，我们又需要再加一个面吗？它汤好喝，你先吃看看，你先吃看看，要再讲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比昨天那个爸爸那个还好吃，哦，好甜啊！我们的甜点来了，终于，它等超久了，看起来超赞的，是冰淇淋。
超好看，这是我们的甜点，这是果冻，怎么都长这样啊？就是它不像一般抹茶的果冻，它没有甜，然后有一点它是臭酸的。哎、欸，这个、啊、它抹茶本来就不会全身加糖，可是它红糖吃起来也不是那个味道，那是那个味道，是吧？对，红豆没味道。哦，汤圆好吃，汤圆好吃，看你，谢谢。哦，啊，怎么又是这个？怎么又有提拉米苏？嗯，还不错吧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提拉米苏最好吃的哈。嗯，它里面长这样，这是提拉米苏里面的料，很多。大纳盐小豆。这里整杯都是日本的这个石块图片就是这里的凤凰城。我们到了跳乌龟了，可以从那边过，叫做跳乌龟。还是有一些人在走，但今天河比较湍急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打算要走走。结果它真的长得像乌龟一样。好软，好软。好软哦！你说什么？我听到说是脆脆，不是脆脆，软软。比较硬一点。也很好吃啊，可以嚼嚼吃吃的，脆脆哦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哇，刚刚好，不会太肥，也不会太咸，哦，好吃，好吃。我刚贴了竹贴，因为痛痛。好，门口都会这样。现在吃拉面，这很好吃。哎、欸，红的好吃吗？还是蓝的比较好吃？嗯，这没有想象中的咸。那哪个味道比较好？没有想象中的咸。讲的好像你喝过。这个我要砍掉了。好看的，这个好了啦。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